网红厨师长，给我来份鱼。好嘞，回去乐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厨师长，我是你粉丝啊。这样啊，那你回去一定要记得把我视频全举报了。今天你必须给我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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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钱。好吧。我的粉丝是不可能给我钱的，除非他现在不是地球人。我去，总算安全了。终于开始了安全又快乐的单人生存。罐头厨师长，你又敢说？What the fuck?